Super Idol 的笑容多美丽的天，白宇宙的阳光多美丽耀眼。嘿嘿哈哈哈哈！哟，你不是不来吗？美丽的天，宝宇宙的阳光多美丽耀眼，热爱一杯一度的你，滴滴青春的蒸馏水。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，跌倒后会傻傻笑着再站起来。你要听声乐版本的吗？一口由我力全开，爱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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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爱，我力全开。再大喝一口。啾。No。小戴，你在这干嘛？你怎么了呀？怎么不去房间睡觉？他不去房间睡觉呀？不开心哦？不开心啊？怎么了？不是没出门，现在外面有病毒，很可怕。在家防疫就很棒了啊！等疫情过了之后，我们再出去玩啊。爸他去睡觉了。本来这个礼拜要去露营的，可是。外面现在危险，不能录了，不好啊！不要再不跟本了哈，现在不能出门了，外面很可怕。哎呀，爸爸，等一下，爸爸抱抱。眼睛啊，睡觉呢？哎呀，他想睡觉，他眼睛都充满了一些事。哦，你很想睡了，赶快睡觉了，好不好 ？No。啊，这个收起来，这个收起来，叫明天喝奶奶吃肉肉哈。明天喝奶奶吃肉肉，明天不减肥，好不好？明天吃肉肉。真的啦，明天吃肉肉啦，没有骗你啊。他不会骗你，骗你他是猪。我最不会骗你了，我都会答应，都会做到。不用考虑了，好不好？考虑一下。考虑什么？考虑一下。睡觉了啦。你不睡，我别人起不来，你就不能吃肉肉了。赶快睡。不怕了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刚刚那个雷好大声啊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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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抱紧紧就不怕了，好不好？男子汉不怕，拜拜。不是小勇士吗？你怎么那么害怕？不怕不怕，害怕。
开就不开。哎呦，交通多人的。你这发抖也太夸张了。我来。啊，哎呦，谢谢哎，真是的，看得清楚，怎么这样？娜娜，